今天金钟奖颁奖典礼啊。不过剩两我们开着华丽计程车啊，三魂带着辩护人来到八尺门。金钟奖，金钟奖，听他讲，听他讲。是我的意识在作祟吗？这不是量子纠缠，只是两个长得很像的人。为什么你每次都这样？我怎样？你丢高、哦？为什么每次都你入围啊？阿不秀很厉害，赞赞赞，棒棒棒！导演，你看看，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我记得有拍那颗非常有感觉的，你再找一下。导演，你这么说我听不懂。啊，执念非常强的那一颗。帮我。帮你什么？帮我。帮什么？做什么啦？好想。得金钟是这一颗吗？不是啦，应该是有很好吃的便当的那一颗。这个，台大硕士。应届律师，司法官双榜，哇哇！第49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男主角奖，第56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主角奖，第51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男配角奖，近两个弟弟一起入围第59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男主角奖。哦，你妈做呢，那么厉害！不小心念到我自己。哎，我在工作了，我等下打给你。导演不好意思，是瑞鹏的歌。小人来救他，小人来救他。今天金钟奖颁奖典礼啊，不过剩两我们开着华丽计程车啊，三魂带着辩护人来到八尺门。金钟奖，金钟奖，听他讲，听他讲。哎呀，你大饭店，美食无限，此时此刻只想金钟不两十年，有生之年都要见光明。不是这个了啊！鲜奶油蛋糕那个对不对？你好，我是今天来报道的简庆芬。Rebecca， 你好，我是今天来报道的简庆芬。Rebecca， 是我的意识在作祟吗？这不是量子纠缠。只是两个长得很像的人，吃着同样口味的蛋糕，还一起入围，爱着同一个男人，他也入围了，但我才是永远的微笑。他们就很厉害，都不会累哦。停下来了，高成佑，停下来了。啊，真的好气死！停下来了！拜个照啊！叫你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你个照，停下来了！你在干嘛？我怎样了？为什么你每次都这样？我怎样？你丢高、哦？为什么每次都你入围啊？阿不秀很厉害，赞赞赞，棒棒棒！啊，你不是也有录？哦，对，我也有入围。我懂了，原来我在找的不只存在画面里面。为了打磨一出好戏，
从前置到拍摄，到后置，每一位影视工作人员专注的瞬间，就是最完美的镜头。